真是难得，能看到神君如此呆正的模样。哎，金娘子成亲了，真开心啊！你想不想办一场婚礼？ 我们好像还没有过婚礼啊！以前我真觉得太麻烦了，也没什么必要。但通过这几日的观礼，我忽然觉得，把自己爱的人的身份昭告于天下，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。阿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我给你办一场十万天神同处的婚礼，也好。不过你得抓紧一点了，等肚子大起来，穿礼服就不好看了。 真是难得，能看到神君如此呆正的模样。阿离，神大王。 神大王，神大王，神大王，神大王。